苗栗县上万乡就提中共海嘅河巴笋，对上万嘅杜达哥多杀二亿廿几只的宝，系乡民过后期散布嘅素材。菜地嘅乡亲就认为，亚只嘅无人管理，一天内又上错大农。今早晨就有立委办公室去开业协调会，希望整合以河粉丝屯上万乡公司为意见，而屯亚河笋嘅宝仲都很困难。也一隻從三百人公差嘅包接到三萬貴重嘅殺鵝嘢，甚過當大上也河巴嘅包將生粗嘅冇見幹，三萬鄉民吃到當大上，希望相關單位做啲米花包嘅見幹來增加觀光功能。現在我們意思說，這個可以種花草樹木，可以吸引遊客來，打卡打卡，拍照，拍照之類的。經過這個景點有什麼？這個景點可以到接到石母池，石母池到北埔公園再衔接到我们北埔村的樱木花道，到善堂被这边绕回来一个圈，这个很好的步道了。地委办公室接到澄清，邀请以后分数税部需要的单位这块协商，希望争取预算来米发一包，甚过考量建设同相关的资源，切合我的协调，听以后传分数同意来开放河巴街巴，各位三位乡公所七家出钱来米发包。我想在河堤的部分，未来其实也是我们地方上非常关心的。那周边的环境改善，我想未来如果有共同合作来争取经费，我想说是地方上乐见的，那我们都会全力来协助。呀，哎，你上班做了哈？人口最多的地方，你俩河堤中路去都在衔接以嘛？你个北埔运动公园了，啊！你乡公所啊，包括啊金碧啊来中华了。三位乡公所表示，在取得二号分数同意米花以后，为七家出钱来米花杜达哥嘅总共系几包？初期会用景观花草为主，希望透过打造景观上到游客，来同三万打造新嘅游料景点。客家新闻总知名媒体报道。